哦，已经开始了，所以说，Hello，Hello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，刚才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开始了，可能前面一段我有点懵的状态。对，你们中午都吃好饭了吗？有好好休息吗？现在3点了，我们正式又回来线上跟大家见面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在一个地方是来接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，来接我的两个朋友们。那他们到底是谁呢？我们马上就到了，对。哎，今天上午播着播着，本来早上觉得超紧张，但后来越来越不紧张。现在下午3点开始，又觉得有点紧张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在哪儿？哎。不知道，就是等待吧。听好了之后，听好了之后，我们的直播好真实啊，真的好真实啊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一点那个安排的痕迹都没有。太真实了，会不会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一段很垮？但是确实是这样，就是想来直播我的自己的一天嘛，就真真实实的一天。哎，我看到他们了，我要解开我的安全带。来了，我们到站了。好，我看到他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车还没停稳，我下车吧。怎么样？好的，好的很。你怎么样？走起好，吧！走起，走起。那我们生日怎么样？生日挺好的呀。对呀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我不知道你们住这个酒店，你知道吗？在这等你呢，等你呢。哎，我这个酒店这个地方跟我特别有缘，你知道会展中心，你知道的呀。我知道，为什么？我以前在这儿有一个，就是反正我们以前的训练的地方在这附近。那来到这儿是不是感觉就是特别有对，我以前老亲近感，对，童年的感觉。对，以前还在这个周围什么有地方唱歌什么的。周围就在这周围吗？附近吗？啊。我们要在哪儿啊？在哪里啊？远不远？不，这也不远，倒是不远，不用去。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们去场馆，我们去场馆。我看一下，就有一种回忆的这种感觉。我们去场馆吧。都不是、哎，但是你知道这里吗？就是这附近，后面有一个地方叫亚特山谷。我不知道。就是这个后面有一个、那种居民楼。啊、我们以前我，尬戏的第二工作室就在这里。对。你也在这有回忆，对，就你没有，你的回忆就是，我是来探索你们的回忆，你的回忆就是我们俩。下回我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跟圆还有盖哈，我们在这块儿对溜达过。要戴口罩吗？对对对，我就得戴一个，得戴一个，毕竟是室外得戴一个口罩。好，我跟你说，你到了重庆这个地盘，你就报盖哥的名字。啊、哎，会怎么样？搞我，暴揍我，就是、把你暴揍一顿。本来没什么事，就会突然有事。对对对，干，对，来势不断，你说，来势不断，对，找的就是他们，对，找是他们，上，兄弟们冲，正愁找不着人呢。对，在哪儿啊？在就下面一点点，就是除了原来你经常会在这边溜达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演出还是怎么的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地下通道，然后就是地下通道。对，干嘛在地下通道？就是出来练胆量嘛，当时还没有出道的时候。路演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卖唱，就是卖唱不收钱，就是来练胆量。哦，你最早在地下通道卖过唱？哦，练舞台感。对，就是不怕，不怕就不怕，卖唱不收钱。有人给钱吗？没有。
那那前面会摆个什么帽子？没有，那是真的卖唱了，那是真的卖唱了。啊，这块真是我以前住在另外的地方，然后我来这里训练，就那个楼，长江国际旁边那个楼，那栋，对，我来这儿训练，然后每次也就是坐公交车坐到这个地下通道，坐2个小时，每个星期。大概多大？十二岁，八年前，差不多。算我八年前多少岁？你八年前多少岁？我不告诉你。不是，你们俩一会儿又扎我。我们没有，咱俩应该差不多吧？我87的，我89，差不多。扎不到哪去，也行，那咱俩可以互扎。你痛我也痛。不是，我们不会有搜索引擎吗？我们不能搜索吗？痛还能有多痛？对，要小心。主要我是怕人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好多人，我怕不太好。应该还好。哎，觉得重庆这个城市怎么样？就觉得楼都很高，是吧？很立体，就是很，是很立体，对，很魔幻。为什么楼都这么高呢？我在那边，我得等，得等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圆路演的地方，有更，是不是会多？对，我们去搂一眼。看圆卖唱的地方，对，看我卖唱的地方，走吧。哎，这个路好奇怪，没有红绿灯。可能你说完这个播出去会有了。没有红绿灯。有点 MV 的感觉啊。对，有点 MV 那种 rap 的感觉。那以前那个地方是就是只会有你一个人在那里演，还是会有就是有其他的没有人在那里演，就是我自己找一个地方带个琴或者带个音箱，对，带个音箱直接就去放伴奏唱。哦，那还酷的，我觉得。就是没有人，就是没有人对你有异样的眼光啊，还是他们大家都会觉得你唱得很好，很满意。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小孩穿的也挺好看的，长得挺好看的，何必呢？为何必呢？干嘛呢？对，懂我意思吗？就还有小孩干嘛呢？何必呢？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不了解。对，那个时候，而且没有这个呀，对。那有人围观吗？会有人围观？有呀。那有人点歌吗？没有。他不围观，我就。哥，你有这种经历吗？太多。怎么？你有这种经历吗？我们以前可能 freestyle 的时候，但是大家都会在一个。也是以一个有一个。不会在街上，不会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。啊。比如说，对，这样。如果你单独在地下大道 freestyle， 人家会说。那说实话，我还是做，我还是。哎，大勋，人家会觉得你抽了吗？大勋到酒店了。好，大叔到酒店，来。哎，改过你来过一人没得？来上。没什么心情，就是普通一个地下通道，你要来看就看看喽，对不对？二岁，我给你推下去吧。行。让我。他们在后面。让我们在开始的地方。哦，是真的。真的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地下通道。但就因为人流量大，地下通道好像也比较扩音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选地下通道呢？因为人流量大呀，因为是个大，它来来回回过的人会有大车站，会有很多人过。哎，哎，有人唱歌吗？但也不必吧。现在变成一个景点了吗？他一个人。是这样吗？你当年就是这样吗？对，我当年就一模一样，就这样。你就看看呗。我有一下有一点穿越的感觉，一下就有点穿越的感觉。对。他可能有点懵，说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他是练着胆儿。对，他是练着胆儿，有点懵。你好，唱得好，唱得好。你是不是有点懵？说来练胆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对啊。你是自己在这唱？啊，在唱歌。你以前也跟这个？我一模一样。对啊，唱一模一样。要不要试一下？再次回到那个时候。不用了吧？不用了。来，我觉得试一下，再次回到那个时候。那借一下吧。那我们来给你借一下。能借一下。因为他以前在这里唱歌。对。他八年前在这里也跟你一样，在这唱歌练胆。对。你每天在做节目吗？我们算是吗？
直播，生活直播，对。It's real life。对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。那我唱一个吧，我唱一个玄木吧，就是我可以就王菲的玄木，就在这儿一模一样，就是这个位置。但是我要，那您借我用一下吧，我稍微挪一挪，我挪到，这就像那么回事了。你以前是面对这边还是主道吗？就面对那边就开始唱，来来回回会有人，来来回回会有人，真的有来来回回异样的眼光。哇，这异样！我要投来那种异样的眼光，好吗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真的有人在这里唱歌，真的很意外。那您能帮我找一个玄木吗？对，然后找一个看看。也拖这个小音箱？对，当时一模一样，小音箱就拖着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定会投来异样的目光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王源啊。对，他以前也在这儿唱歌。对。可能跟不上，我就随便唱一唱。还没开始。园里的灯光，我像个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。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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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需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开着一个光明暗暗的天堂。爱乐停下来，你将你唱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啊，谢谢，什么感觉？我有点泪目，讲真有点泪目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我，就是他今天回到这里，他看到有一个跟他当年一样也在这里唱歌的，对，他再次进入到这种环境当中，对，真的，他有点穿越，会有点感动。为什么要回到这儿来？我们就正好路过，真是路过，对，然后就今天是他生日，啊，生日快乐，谢谢，哎，真的是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我们一起拍个照吗？好，没有，拜拜。谢谢你，加油，要一直唱，好吧？不管在哪里都要一直唱，加油，谢谢，拜拜，我就不该被你们怂恿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运气还挺好的，泪目了吧？真的有一点泪目，因为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种，突然一下，还是很，那种感觉，对。就相当于大勋回到第一次拍戏的片场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但是你不觉得其实自己在这儿一开始其实挺孤单的，对，这种挺难坚持的，对，很难坚持。但你当时心里绝对有憧憬嘛，就是对，对，就是我看到他，而且我感觉到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唱，但是你看我当时也一个人在那儿唱，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陪在我身边，就是这个时候会有感触，你懂吗？就是、听到了吗？越来越多的人陪在园的身边，没有要想煽情，就是真实感触。哎呀，那行，那我们走回去，坐车走吧，哥。去场馆吗？现在？对，我们去场馆吧。OK。哎呀，我其实在这，真的，一开始当歌手，一开始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对。盖哥，你之前不是也有在？就是、在对啊，我们的那个唱歌工作室就在那后面，大哥可能30几个平方。啊，就一台电脑，一个音箱，然后录音棚还兼卧室，就是所有的床垫什么的都挨着话筒的。那全是，比如说那你去演出啊什么的，全是地下的那种。对，以前就 underground 嘛，大家组个所谓的线上厂牌啊，大家一起搞歌。那挣钱吗？
我有首歌叫《兰花草》，就是从这里走下来的时候，啊，那个 ID 就是从这里，那天下很大的雨，就是从鸭绿江谷这样走下来。哎，这都是以前的事，你看现在不挺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就是，就像你，对你刚才经历的这些，对，你又穿越回去，你想起来其实以前，就是那些经历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，对，都是对的，对，没有那些经历也不是现在的你，对，对，就所有。就开心的不开心的，我们憧憬着或者难过的每一个事实都造就了我们现在的自己。真的是这样。哎，就是哇，你好有文化呀。要不然你要是说唱歌手，你以为呢？对，这一幅虎画啊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八号在重庆见，过几天又要在上海见。哎，谁想跟你见？谁想跟你？不想见到你。不想见到你。哎，不想见到你。我也天天上海跟你见，不想见到你。哎，什么？不想见到你。那行吧，那走吧，给你放回去了。继续回去唱吧。继续唱。哎，真好，我们都是。空气也好。对，空气好。我们都是。空气好像。对。不干这地方哈。对，不干。我们都是在上海见面，这次来到家乡。对。这哪栋不重庆啊？哪栋重庆上山？才重庆呀，哪个 ？Southside forever。Southside forever。我跟你说怎么样最重庆，我们录了有人骂我们快点走，这个就很重庆。哎呀，当中咋的？当中的咋的？对，慢着走。聊的，怎么路上能遇到熟人呢 ？Never who？ 怪不得说提他好使呢，我感觉到。我盖哥太吃得开了，我的天哪！就是。会有那种很多在一起玩的兄弟，就住在这条街啊，那种。hiphop 就这样嘛 ，hood。对，这里最早就是我们的 hood， 我们的聚集地。好酷啊！哎，现在去场馆，我们。对，我们就坐车去场馆了。快让路！我今天早上在我家，然后跟我两个朋友一起去吃了个饭，然后。对，还挺好，也是我就是小学同学，然后大学同学什么的，吃个饭，蛮好的。你这二十岁生日一天，满满的回忆啊！真的满满的回忆。走回忆卦，走回忆卦，情怀卦，情怀卦，情怀卦，见见老朋友。对。吃好吃的饭菜。对。多好呀、啊！是啊。要去场馆了，不重庆了，奶奶。太重庆了。我们的车在哪里啊？前面吗？在前面，应该在前面。张建国鹏还在说呢，我们说，建国鹏还在说写歌的事儿，说。每一首歌都可以把你拉到一个以前写的歌，把你拉到一个环境里去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对啊。对。哎呀，因为车上我要唱歌，我要唱你的歌。你不要唱我。我要唱你的歌，我要唱你眼睛里都是我。哎，可以了。哎，这是我们说。那个时候，找我的最爱吧。你的最爱吗？我最爱都可以。你的最爱晚上也要唱。晚上也要唱是吧？对。来，我送那个。那我们上车。那我坐后面吧。OK。我瘦，我坐后面。那我坐哪儿？你坐，你先上。我是坐在后面。你坐哪儿？等等，先上。这样吗？啊哈！现在可以摘口罩吗？可以了。不知道我的妆容这方面会不会有稍微有点方方面面的，好吧？瑕疵会不会有点瑕疵啊？你脖子怎么了啊？对，那个玩意儿，哪个玩意儿？就是那个玩意儿吗？不能播的。哎呀，哥。那我们就要出发去场馆了。场馆。
回来巨亲切，就是回到这个城市。对，大勋，你来这儿吃什么好吃的了吗？来重庆，吃火锅啊。你就吃了火锅，那你不知道哪家好吃，但哪家都挺好吃，都还行。我们不能在这儿打广告，对，挺辣的。对，他是推给我，就是对推给你，就是其实重庆的火锅一定要去那种就很偏僻的小的，对，就那种苍蝇。小飞我推给我跟你说，我给推给你。哦，我知道是哪家，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对，我推给你过。我知道是哪家。那家还蛮好的，好吃。你不是说要做一家吗？我就是哪天我可能脑心血来潮，心血来潮，脑子想到想要做一家。这个其实蛮好的，但是没有精力。但是管起来太难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口味，而且最对食物这方面还是不能那个。对，我发现我们就只适合去吃，是万一是做的不好了呢？万一是有点问题呢？对对对，对我们适合去吃好的餐厅，但从。在这个城市骑车就是看你怎么想，看怎么想，要健身也是可以，健身为主还是可以的。不行就推上去，对。恶心我！哎，我没有。我让唱一下，大勋。预备。我跟你啥盖哥来着？你别搞，你让我唱，我唱。别！啊，但是真的，我这么严厉的一个，我是真的，就是听见他第一次唱歌，这是我。但大勋声音很好的。搞那种，对，我喜欢，我可能喜欢你喜欢。你的梦在耳边，春天的风将你的歌声吹散，却不知每个字都在发光。好听，好听。你自己写吗？不是，也不是我自己做的。那你好听，我觉得很适合。好听就是对，就是我是有你是你。唱出来是有画面感的，嗯，没有你们那个火了，那个过瘾，那个燃啊，嗯，歌不一样，对，看着什么样的状态，对，那个歌就是。新的对，就不同的流派嘛，我觉得。但最近
最近盖哥挺厉害，最近不是连着好几个节目，之前就不厉害了。不是，之前不厉害，之前挺厉害啊。不是，我说怎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得事，兄弟。哎，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怎么整认真了？整认真了。没有。我意思就是说最近，因为之前。跟盖哥还没那么熟的时候，就全是听 hip hop 嘛。对、啊。但最近我们盖哥上好。我的这个，那我之前看他节目就发现他我的硬汉形象已经完全没有硬汉形象了。就那两个字，你的硬汉形象就完全没有了。什么？有有。就那两个字，你的硬汉形象就没有了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本来舞台上就给人的感觉就一定要在那个 vibe 里面。对，生活当中我觉得跟朋友对，跟家人在一起，那如果你生活当中也是那样的，没法相处了，就好奇怪，你跟你相处好奇怪，就好奇怪。你说你做导师的时候，如果你跟你的老婆也是做导师，对，那你巨奇怪。对呀、啊，哎，给我煮碗面，吃完面就面不吃凉了、啊。对对对，就巨奇怪，对吧？就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方式去对待合适的人。对。对让彼此放松，可能观众会单手，可能他们会给你一个固定的印象。对，因为那是代入感嘛，那是我们工作嘛。还得开一会儿，我看一下现在时间，是吧？差不多，我来。在那里，潘叔，去年吗？去年。记得我们上一期我们的歌，我跟 Coco 姐，就是我3岁的时候看第一场演唱会，就在华西。Coco 姐的演唱会。3岁，厉害吗？那就真的是你知道吗？兜兜转转，兜兜转转一圈。对。所以我相信这个世界是肯定有什么东西吧，对，把跟你有关联的人是联系，没信号是吗？好，哎呦，我觉得隧道里边不太行，没信号，没有信号吧？我觉得灯光。今晚再见，好，飞少，拜拜拜拜。